西在发光，那是什么？感觉有点可怕哎。放心啦，那是我今天买的白菜。白菜？那白菜为什么会发光啊？难不成是故宫珍藏中稀有的翠玉白菜吗？哦，说到这个，这颗白菜虽然不是国宝翠玉白菜，它也可说是台湾的现代国宝呢。咦，怎么说是现代国宝啊？梁小妹，你看，这就是这颗白菜会发光而且珍贵的原因了。哦哦，原来是产销履历啊。上次你有跟我介绍怎么查询产销履历，但产销履历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这个白菜可以媲美我们的国宝翠玉白菜呢？该不会是你在这个白菜里装了 LED 灯泡来吓唬我吧？好吧，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台湾良好农业规范实施及验证加履历追溯体系，等于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所谓的农产品产销履历验证制度呢，就是农委会依据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规定所推动的自愿性验证制度。农产品经营业者遵循台湾良好农业规范，并通过验证机构对水、土、产品的抽样检验，以不伤害环境且合乎农业永续理念的方法生产安全具可追溯之农产品，而且要记录栽培过程的田间管理、采收后处理等作业内容，并将这些资讯都上网公开后，才能将产品贴上 PAP 产销履历农产品标章上市，严格为食品安全把关，提供消费者看见标章就看见安心的优质农产品。哇哦，真是复杂的步骤和细心的过程啊！可见贴上 TAP 产销履历农产品标章的农产品都有层层的把关跟品质保证呢。很棒吧？其中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是指农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每一阶段中的相关资讯，都可向上游追溯或下游追踪查询，针对其原料的来源、食品的制造厂或贩售点做记账及保管的记录，使其能对农产品及其情报资讯追究根源。每一批产品的相关记录也在验证机构的监控下严格审视，一有问题就会马上处置，所以可以有效降低履历资料造假的风险，并且有效管控生产过程不伤害环境，产品不伤害人体。你说农委会是不是为我们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很棒很便利的优质标章啊？简单的说，产销履历上的资讯就是提供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24小时贴身监控啦。原来产销履历需要经过这么多用心的步骤以及众人的努力，才能造就令人安全又安心的农产品。这张小小的 QR code 就像是农产品的平安符，这些背后默默努力的人就像是食品安全的守护神呢。你了解就好，我才不会在白菜里装什么 LED 灯来装神弄鬼吓唬你呢。